每题内容的影响力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想法，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改变人心。超过60位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研究系新生参访吉隆坡静思堂，认识慈济人文置业。媒体也是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嘛，对不对？那真善美就是 不同于一般的商业电视台或电台，而也 不同于一般的主流媒体。学生不应该只接触主流媒体或商业媒体那一块东西，他应该要接触更多这种所谓的非主流或者是非商业团体的一些制作内容。所以这是我们来的最主要的目的。影视组同仁分享镜头传递本土与国际的社会弱势心声，开拓眼界，触动校园新鲜人的心。但是我看了那影片后，我就感觉到原来我们国家就马来西亚就需要我们的帮助，就在沙巴沙拉瓦。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认识的世界太小了，我觉得我要认识更多的东西，就尽量从身边的事情开始着手。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一下子那么伟大的，其实真正的伟大是要身边的人一起做一件对的事，所以勿以善小而不为，善用媒体平台传递清流，为社会人心带来美善影响力。大新闻黄桑燕、林延君，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